暗恋就是啊，每五分钟去看一只手机，一震动你就兴高采烈，以为是他，反复去刷新他的动态啊，生怕错过任何一则更新。暗恋就是啊，哎，近期你听到的每一首歌曲，哎，这么巧，怎么都在讲你的故事？或者是啊，常常看着电影啊，你被触动心弦，觉得根本演的就是你们两个。暧昧啊，它的确是世界上啊最爽、最痛、最酸楚、最疯狂的事。今天啊，我们不聊暗恋时你该如何能得到他的芳心，而是啊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啊，这些啊你做过、老大做过、大家都做过暗恋者会做的疯狂事。暗恋疯狂事一：手机不离身。暗恋就是啊，每五分钟去看一只手机，一震动你就兴高采烈，以为是他，结果啊，要么是中华电信叫你快点缴费，要么是啊车贷中心问你有没有资金的需求，你也会啊反复去刷新他的动态啊，生怕错过任何一则更新。你会去检视啊任何能够显示上下线的社群软体，你渴望知道他的每一刻都在干嘛，无时无刻都想参与他的生活点滴。暗恋疯狂事二啊，字句珠玑。暗恋就是他一句晚安让你好梦整夜，少了他的声音你就彻夜难眠，你在意他说过的每一句话，甚至是啊你会不停的去回味啊你们的对话记录，试图啊去找出任何他可能对你有好感的蛛丝马迹，每一句话你都如数家珍，连奶表情符号你都倒背如流。等你意会过来啊，你竟然发觉啊，你不自觉的对着手机啊傻笑了20分钟。暗恋疯狂事三：感情当中的名侦探。暗恋就是啊，他的星座、血型、八字、个性啊，和你到底合不合？所以啊，你研究塔罗、紫微斗数，你想知道啊任何一切有关他的事情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去 Google 还是啊去他朋友的版面啊交叉比对，你巨细靡遗的去啊调查他的过去，研究他的现在，幻想他的未来。暗恋疯狂事四：哎，一件小事都让你啊爽个半天，一件小事都让你开心一整天。哈，他今天竟然跟我说早安，哈，他竟然在我的相片里面留言，哈，他今天称赞我的球鞋很好看。对，因为他啊做过的一件小事，前一晚哦你还低落、还悲伤、还怀疑他对你根本没兴趣的心情，今天瞬间一扫而空，顿时啊开心的飞到天上。因为他做的一件小事，你的世界瞬间开满鲜花、啊，身旁围绕着粉红泡泡。暗恋疯狂事五：哎，各种对号入座。暗恋就是啊，哎，近期你听到的每一首歌曲，哎，这么巧，怎么都在讲你的故事？或者是啊，常常看着电影啊，你被触动心弦，觉得根本演的就是你们两个。暗恋疯狂事六：100万种可能。暗恋就是啊，他发了照片在高级餐厅用餐，你就忍不住无限遐想啊，这是在跟谁约会啊？暗恋就是啊，为何他今天特别冷淡？为何他讯息回慢了0.3秒？为何刚刚擦身他都没看我一眼？对，各种的问题将你淹没，你想了100万种可能，写了100万种剧本啊。他昨天已读不回之后，你今天还硬着头皮啊传早安，天气冷，今天要多穿一点哦。等待他回复的同时啊，哎，你紧张到啊，比大学联考还紧张啊。暗恋疯狂事七：怕被知道又怕不被知道。暗恋就是啊，你明明想要抒发自己的情感，但是又怕一眼被他看穿，于是啊你学会了引经据典，我爱你与你何干，明明从未拥有过，可我却像无数次失去你。甚至啊你在社群上面转发一首首扎心的悲歌，总之啊你发完现实动态，你还会一次一次的刷新，看看他有没有来过，希望啊他 get 到你的意思，但是又怕他 get 太多。这种啊矛盾的心情比周杰伦还纠结啊。暗恋疯狂事八：变身积极魔人。暗恋就是让你拿出尘封已久的慢跑鞋，信心满满的办一张健身卡，你早上学法文，下午做指甲，晚上学瑜伽，你变身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积极的人，你希望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充满干劲，成为配得上他的那个人。暗恋疯狂事九：不打扰是你的温柔。暗恋就是啊想他的时候有点幸福，但幸福中又带着点酸楚，你不是不想说啊，你只是没把握，生怕啊稍有不慎他将消失在你的生命当中。于是啊你明白有些话他适合烂在嘴边，有些难过适合无声无息的忘记。你始终深信啊五月天说过不打扰是最后的温柔。暗恋疯狂事实：暗恋就是啊当你啊看到这支影片时啊，心中早已浮现一个人，那你千万不要怀疑，你早已深深的啊为他着迷了。
来，有人说啊，暗恋他是很安全的，你不说出来就不会被拒绝，接着啊，也不用面对接下来的感情问题。有一些人说啊，爱就是要表达出来，无论结局是什么，这样才不会有遗憾。但是啊，老大觉得啊，无论你的爱要不要讲出来，都请你不要忘记此刻啊心中的那份悸动，每个魂牵梦系、患得患失的夜晚，因为啊，这是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，是你啊这辈子最认真、感情最丰沛的时期。请你记得，无论这段感情是否会开花结果，它都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养分，教你啊如何去爱人，也让你啊相信爱情。所以啊，请你记得啊，这甜蜜又苦。